天哪天哪，这玉米也太大了吧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呢，快扒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我的天，怎么是粉色的呢？这一个一个的还龇牙咧嘴的，这是干啥呢？是不是说我坏话呢？啊，你看看你们长得跟正常的玉米长得也不一样啊，还龇牙咧嘴的，哼，肯定是不能吃啊。可别看看，哎呦我的天，还会爆呢，哇，把你们都捏爆它吧。龇牙咧嘴的啊，小样儿，我让你们说我，我肯定笑话我呢，笑话我呢，都给你们捏碎，别说了，挺好玩的，轰轰直响啊，我都给捏完喽。我龇牙咧嘴的，把你们全消灭了。哎呀，我得洗洗手，这个手啊肯定是弄脏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，水龙头也不好用了呢，怎么了这都是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里面怎么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这是什么，来通一通。 OK， 好，我有工具，给它全部都给它钻掉。哎，我钻钻钻，哎呀。